走，我们来了。风物辽宁，绿水青山消暑行正在播出。进入暑期，全国开启了高温烧烤模式，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绿水青山，躲避高温，享受清凉。今天风物辽宁派出两路记者，他们将分别从沈阳以不同的方式出发，前往本溪满族自治县。小飞的路线是走本环公路抵达老边沟，田宇火车出行前往温泉寺，最终两路记者在万岁山汇合，开启与众不同的消暑纳凉之旅。风物辽宁消暑行，我们来啦！好的，出发。小飞团队出发前往本溪满族自治县老边沟地区，这里属于长白山余脉东南延续部分，山高水广，森林覆盖率极高，因四季皆有美景，自古以来就被誉为燕东胜景。这个地方是我很偶然发现的一个地方，而且呢我的第一次带队也是在这儿所以说就是有一种第一次的情节在里边吧。也就是说你属于梦开始的地方是在这儿，也可以这么说。赵博89年出生，沈阳人，他喜欢大家叫他的网名小光光，因为每次出行他都是营地垃圾全捡光，锅里剩饭全吃光而得名。几年前小光光去南方工作，可最终因为对家乡这片山水的热爱，辞职回到沈阳从事专业的户外旅行领队工作。今天他的任务就是带领大家逃离酷暑，走进最美的山水之间。驱车150公里，大概2.5小时，小飞团队终于到达本溪满族自治县老边沟。团队里最小的驴友叫小雨，刚刚5岁半。别看岁数小，从3岁开始就已经是一名专业小驴友，和爸爸妈妈国内国外去过很多地方宿营，自己的装备从来都是自己背着。好像现在我们一进来之后温度整个下降了，得有4-5度，是不是？有了，有这感觉吧？特别凉快，特别很凉快，就是把那个阳光隔下来了。哎呀，一会儿咱们要这个穿越林子露营了，现在你什么心情啊？很高兴。茂密的森林遮住了酷热的阳光，走在林中立刻忘记了城市里动辄30多度的高温。因为热爱大自然，小雨爸爸自学了很多植物动物的知识，只要有女儿不明白的，他立刻能告诉她答案，因为再严谨的课本也不如真正到大自然中走一趟。哇，真是小青蛙。他以前见过青蛙吗？是真正野生的？这是没在这种环境下见过。我还不会蛙泳。你还不会蛙泳啊？小雨一家三口进行着生动的自然课。那咱们找一下好不好，看咱们找到一单枝上面最多的植物。两名90后文艺女青年也在感受着这片森林带给自己的灵感，他俩刚刚组成小乐队，准备放空一下，创作新作品。看你手里拿了一片树叶，什么意思？其实我们新成立的组合起名字叫树叶，是突发奇想。怎么分工你们俩？他负责唱歌，然后我就负责伴奏。那也期待今天晚上能够在宿营地你们有一个精彩的一个创作。对，主要是来见识一下。我的妈，这怎么过呀？这个一会儿我看看吧。大家慢点集合，准备要过河，注意安全啊。这蛇能踩住吗？还有慢慢的吗？领队掉下去了。注意一下啊，那个位置水特别深。是你掉下那个位置吗？是的，那个位置水特别深。进入森林，户外活动尽量要选择透气性强的速干衣裤，既能防晒，又能防止蚊虫叮咬。更重要的是，选一双防水的运动鞋，而且最好多带一双。以免涉水湿鞋没得换。事实证明这水还是很凉的。1、2、3，好凉，这个可凉可凉的。团队溯溪而上，全身湿透，毫不在乎，就因为两个字儿，凉快。第一次感觉到辽宁还有这么美好的地方，值得走走，值得走一走，非常值得。不
不一定非要走很远去国外就能找到这么好的地方。小飞继续在山中穿梭，另一路记者田宇也开启了旅程。与小飞团队的热热闹闹有说有笑不同，田宇更喜欢一个人的旅行，他希望彻底安静下来，去欣赏一段只属于他的消暑之旅。这趟绿皮列车为4315次，由本溪站开往田市府站，被网友誉为最美绿皮火车风景之一。车啊是为了探亲，有人坐火车啊是为了旅行，而和我们一起乘坐4315次列车旅客呢，大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来泡温泉。这个不起眼的小站呢叫做温泉四站，据说它的名字啊是因为努尔哈赤的一次意外经历。那么既然来到本溪县了呢，就和我们一起开始温泉的探寻之旅吧。这个有些孤零零的小站，400年来一直是当地有名的疗养圣地，更是全国少有的直接以温泉二字来命名的地区。温泉是泉水的一种，严格意义上讲是地下涌出的自然水，水温高于当地平均气温，又不高于45度的地下天然泉水就叫温泉。因为富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泡温泉就成为了对人体健康十分有益的休闲养生项目。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是一个传统的一个祭祀场所，它距今呢大概能有这个400-500年的一个历史了，是这样的。可是寺庙有很多，为什么想到以温泉寺来命名呢？你这个问题呢，在这个我们这个古迹里面会有一些这个解答，那我带你去看一看。好，来，行。哎，你看，这有两空碑，分别是这个康熙年间重修的这个碑记。温泉寺地区出土过两座古碑，一座是康熙年间，另一座是乾隆年间。两座古碑的碑记详细记载了温泉寺名字的由来。远近有病者，救而愈之，果不药而料者益。这个地区呢，这个居民呢，如果他身体有疾病了，那他会去上哪儿呢？他不会去医院，他会去到这个温泉寺去洗这个汤泉。啊，泡温泉。对，去泡这个温泉。那不需要通过任何药物，它就可以达到这个身体的这个康复了。那我们在这儿呢寺院进行更名，它就叫温泉寺，是这样。那温泉在哪儿呢？温泉呢就在我们这个脚下。就在我们脚下。对，温泉就在我们脚下。史料记载，1626年努尔哈赤与袁崇焕展开宁远之战，努尔哈赤被红衣大炮炸伤，之后送往温泉寺疗伤。300年后，1953年，全国第一所温泉疗养院本溪工人疗养院在这里建立。一代不知疲倦、激情昂扬建设新中国的工人在这里短暂的休息调养。啊，你往上看啊，这个地方呢就是当年呢就是我们照片记载的那个老的那个泉眼的那个位置啊，现在由于这个植被啊这样的一个环境呢，我们已经上不去了啊。那咱本溪的温泉跟全省甚至是全国来比，究竟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好在哪儿？本溪这个地区这个温泉水呢，是这种偏弱碱性的这样一个温泉水，而且呢它是一个这个弱碱性，而且还有这个丰富的这种矿物质啊，然后它其中它主要的含量呢是这种氡含量，有这样一个治疗或者是好处。听你说了这么多，我都想泡一泡温泉。本溪的温泉呢都是非常好的温泉，选一个你自己最喜欢的温泉就好了。从温泉寺到汤沟，20公里绵延山路，遍布着近百家大大小小的温泉客栈。田宇似乎有些挑花眼了，在本溪，或许这也是一份幸福的苦恼。这儿呢，是本溪满族自治县一家有名的温泉度假村。按照区域行政的划分呢，这是草河掌乡，可是当地老百姓呢更习惯称它为汤沟。汤啊，顾名思义就是热水的意思。那所谓汤沟呢，就是从这里啊源源不断地冒出热水来。据当地百姓讲，这儿每天地表水出水的温度呢在50度以上，据辽宁省首位。
走了一整天的田雨，此刻终于可以一个人好好的在温泉中泡上一阵子了。温暖的泉水让热了一整天的田雨终于凉快了下来。另一路，小飞的宿营团队也抵达了宿营地，开始安营扎寨。为什么要选择这儿宿营啊？首先呢，这边都是常年生的这个松树啊，说明这个环境特别好。然后你看地下，特别好。这个有那个松针啊。这个为啥是红色的呀？松针哈，成年的松针。成年的松针。然后呢，你看看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羊粪蛋。我操！什么？啊，我找着了。羊粪蛋。这就是羊粪蛋吧？啊，对。你还用手拿？哎呀，因为这说明这地儿经常有这个羊过来。我听到有溪水的声音。对，我们去看一看。来啊！哎，这上面这个植被这么茂密啊。所谓的青山吧，绿水青山是不是？那边还有青苔，都有绿水出来了吗？哇，太美了这边，因为水特别清啊。我们之前呢也在这儿看见过鱼，所以说说明这地方生态环境也很好。然后呢，这个水既然有鱼的话，就我们在晚上做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它来用了，就地取材。对，是的。那我们很期待。本溪满族自治县山水资源丰富，水质清澈无污染，而且水温也相当低。各类冷水鱼在这里繁衍。姐，姐，哇塞，这大哥好厉害，好厉害！哎，这儿，这儿，这儿，嗨！哎哎不苦不苦。红鳟鱼，你可以摸它一下。Hello，Hello。红鳟鱼原产于北美洲，1957年进入中国开始养殖，因为对水质和水温要求极高，只能在山中的纯净冷水中养殖。红鳟鱼肉质鲜美没腥味，是本溪满族自治县山水中的特产。今天晚上，小雨爸爸亲自下厨。在天然厨房中做一道本溪名菜，炭烤红鳟鱼。这种天然的厨房，您是第一次来这样吃？是，以前在外地京城，经常有人打造这种场地哈、啊，没想到在辽宁碰上了自己的家乡，有这种大自然的天然的馈赠，顺着水鳞片就走了。红鳟鱼呢？它的鱼质非常的鲜嫩，肉质很嫩。对，哎，对，肉质很嫩。哇，我们赚到了！哇，都是鱼子。哇，哇！来，我把盘子。快！我的天哪！特别珍贵，这种鱼子呢，哎，特别幸运哈，我们这期人太幸运了，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收拾干净的红鳟鱼一分为二，加上烧烤夹，小炭火慢慢烤制，过程中要不断的翻面，保证鱼肉烤制均匀。鱼皮的一面可以多烤一会儿，撒上孜然和辣椒粉，不一会儿，本溪特色野外美食烤红鳟鱼新鲜出炉。味道怎么样？爸爸的手艺，爸爸烤的味道怎么样？什么味道？说出来。很香。很香。还有呢？鲜不鲜？鲜。鲜的。鲜。特别鲜。我也尝尝啊。来，给大厨尝一块。我觉得还可以。我感觉，在山野间露营，走进这片山水，现在此刻是我们劳碌了一天之后最享受的时刻。现在，我们的另一路记者田雨，他有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们现在要视频连线他，我要向他秀一下我们的烤红鳟鱼。你好，田雨。Hello， 小飞。现在你在什么位置啊？我在县里一个有名的羊汤馆里，马上就要上菜了。今天一天啊，我可是累坏了。不过现在我准备恢复活力，喝碗羊汤。哇，现在是真挺心疼你的，你知道吗？因为今天我们是一群人的旅行，虽然我走得很累，背了很重的帐篷啊，走了十多公里，但现在我到宿营地之后又吃上了美食，我心里真的很暖，而且感觉到很快乐。你一个人肯定有不同的感受吧？我今天收获特别大，不仅啊了解了温泉寺500年的历史，而且、还在青山绿水下泡了温泉，特惬意。我现在这边有个好消息，就是我已经开饭了，你来看。
本溪特色的烤鱼哦，而且真的吃起来超级棒。给我留一条。好啊，咱们等见了面之后，咱来分享具体感受，好不好？好，一起加油。加油。拜拜。拜拜。暮色降临，田雨找到了本溪满族自治县消暑必吃的美食——小试羊汤。作为一个内蒙古长大的姑娘啊，从小我就是吃羊肉喝羊汤长大的。但都说喝本溪县的羊汤啊，是辽宁人消暑的一个必备项目。那这羊汤究竟哪儿好喝呢？今天我得来尝一尝。本溪羊汤在去年拿到了全国旅游小吃金奖，来本溪不喝上一碗，基本上属于没来过。每天早上三点，柴火大灶煮肉骨熬汤，肉熟之后捞出切碎，骨头砸开，继续入锅熬煮。熟烂之后，羊肉捞出沥干，加上羊杂等辅料，倒上浓汤，撒上葱花香菜，这香喷喷的羊汤就完成了。嗯，好滑呀，一股暖流直接融进胃里。哎，师傅，发现这有羊血，平时我们好像吃的羊肉里并没有羊血。我们这是满族的传统做法，放羊血更嫩滑。这个羊肉好像比我们家的羊肉更有韧劲儿，更耐嚼，但是还不硬，这是为什么呢？对，我们这本溪永善羊，羊的比较多，你们吃的是绵羊，绵羊膻又柴，我们这是嫩滑有弹性。你也看到了，我们这青山绿水，羊喝的是泉水，吃的是嫩绿叶，再经过我们精密的饲料，你说我们的羊汤还有能错了吗？你多喝点，再尝一口。热乎乎的羊汤喝入口中，感受到满身大汗后晚风吹拂的清凉，熊熊的篝火燃烧，众人围坐唱起熟悉的歌谣，那酷暑的难耐仿佛早已被我们甩到千里之外，欢歌笑语，自得其乐，惬意无限。跟自然在一起以后呢，就是你会发现整个人都会豁达了，有一种这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一种感觉。希望未来呢，就是有更多的人我们来走出来。当你感受到大自然的包容以后，你会发现就像我之前说的，你会更多的包容其他一些事情，就是这样。小飞团队结束了一天的宿营之旅，钻进帐篷，喝着虫鸣安然入睡。田雨一个人回到了温泉，洗去了一天的疲惫，进入梦乡。消暑行团队爬上高山，感受日出的壮阔。在城市根本不会看到这样的日出啊！乘风飞翔，实现变成鸟儿的梦想。那就是你兴奋点，你叫得越响，你会飞得越高。风物辽宁，绿水青山消暑行，稍后继续。赶了个大早啊，虽然大家还在下边睡呢，但是我感觉这个早起绝对有意义。在城市根本不会看到这样的日出啊，而且我发现山顶有好多这样的，现在有风力发电机组。像风力发电的话，它是属于一个更加环保的、更加这个清洁的一个能源嘛。然后呢，而且它也很漂亮。5:18现在是1295米的海拔，可能不太准确啊。嗯，你看到上面的天空了吗？看到了。一会儿你带队先回沈阳。嗯，好的。我下一项我要飞到天上去。拜拜了。拜拜。小飞的下一个目的地，本溪满族自治县万岁山飞行营地。我们的飞行教练叫周广泰，66岁，从业20年，是东北地区最有资历的滑翔伞教练。滑翔伞是指着
最轻便的一种飞行器，嗯，就是飞行器里边最小最轻便的飞行器，不需要动力，不需要任何动力，只要什么借助风和山，就可以飞起来，有山有风，对，人就能像鸟一样在空中翱翔，对对对，哎，甚至呢如果有气流的话，可以飞到云底。周教练是黑龙江哈尔滨人，因为喜欢本溪这片山水，周教练和老伴儿把家安在了这里。因为喜欢这项运动，他决定扎根在飞行营地，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项运动，飞上天空，俯瞰绿水青山。我想飞在滑翔伞，就是很快乐的事情。今年多大？我今年66，六十六多大？飞到老啊，飞到多大我飞不动的时候，我再不飞。但是那时候，我看到大家在飞，我也很高兴。那么多学员也满意了，对，也很高兴的啊。就在小飞了解学习滑翔伞科目的时候，田宇终于赶到万岁山，肖曙行两路记者终于汇聚。我的团队行，你的个人行，简单用一句话分享咱俩的收获。我先分享我的，就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大家在一起才快乐，知道吗？你的呢？青山绿水，个人行，个人行特别美，特别享受。温泉的历史什么都搞明白了。嗯啊，我简单介绍一下，现在我比你提前来了一点点。万岁山，今天我们要体现咱们风物辽宁肖曙行最极致的体验，就是我们变成鸟，然后飞到天空去。但是作为女士优先，我把这个机会让给你。好，你这个滑翔伞的训练其实相当有挑战。不光要寻找上升气流，还要掌握伞的操控，快速脱离，飞向天际。今天田宇和小飞将在教练带领下体验双人滑翔伞，感受飞行的魅力。师傅估计一会儿都是我的尖叫声了。那就是你兴奋点，你叫得越响，你会飞得越高。是吧，今天风小，你知道吧？嗯，所以说跑的距离要长一点。你要不跑，他是没地方跑的啊，因为你们俩绑在一起，他教练需要那个跑奔跑把伞拉到头上，这样你才能起飞。伞不上头，在地下撂是永远飞不起来的。特别简单，就两个口令，一个是跑，一个是停。哎呀！哎，对，对，这个地方好，跑快点，这个能跑多快？对吗？对，差不多。周教练始终关注着山顶的测速风球。随时起飞，20分钟的等待后，终于有了足够的风速。教练立刻带领田宇起飞。走，风物辽宁肖曙行，我们来了！夏天是所有生命用力绽放的季节，让我们走出空调房，拥抱自然吧。如果您喜欢走进山水之间，那可以按照小飞的自驾线路，沿本环公路抵达老边沟地区，带好宿营装备，去品味山水间的美味。老师吗？如果您喜欢休闲旅行，可以搭乘4315次绿皮火车探访温泉寺，再抵达汤沟放松泡汤。饿了再来碗小试羊汤满身大汗，第二天一早去万岁山体验滑翔伞飞行。绿水青山本溪肖曙行，愿永远有一份清凉属于您。